三枪一合机在这个月二七停机退休，环保团体嘛邀请日本石川县的前议员，还有环保团体来台湾分享。今年元旦日本零点半岛发生7.9大地震哦，日本的核电厂的状况，伊拢建议咱台湾的核电厂哦，该退休就应该赶紧退休。今年元旦日本零点半岛发生7.9的大地震，熊熊出现破开的物件，管道有超过2个人分输管。可见地震的威力，和地面规个拢变宽。日本石川县前议员北野进，长久以来持续反对自州核电厂的建设。不少在地人伫地震了后，拢感觉家在自州无核电厂。不过嘛，因为安尼，伊对台湾目前的情形提出警示。そういう意味で、ずっと台湾は大きなリスクを抱えた状態ですし、やはりもう再稼働、その稼働の延長などとんでも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。老朽原発は40年以上の原発、そういう40年以上経過した原発を老朽原発を動かすな、圧力容器が脆化しています。我也正指出，目前地震的研究建构在每一届地震的经验，并无法度预测未来地震的发生。所以现阶段要运用研究的结果来确保核电厂的安全是无可能的代志。面对目前国内核电厂对地震的应变，上较重要的就是伫地震了后，会当确保机组安全停机。国内核能电厂就参考美国的一些做法，进行国内核能电厂所在地320公里范围内的一些地质的条件进行分析评估，确保说在超越设计基准的时候，机组能够安全停机。照目前上新地震风险度的分析，计算炉心氧排气甲辐射外泄的几率，核二、核三厂有符合标准。目前上行安徽审查，一个国际同业评估当中，另外用过燃料池但前的评估已经得到核安徽核备，无需要进一步补强。不过未来大地震风险还是存在，针对这点，日本的专家还是感觉真烦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